番茄开花，番茄开花了，番茄开花，一阴一阳之味到了。上面的是培养的小小盒子，下面是一大包的土，上面浇水要有孔，可以水要流到下面的大的包，下面变成积水，好像地下水层，上面是一般的土层。加那个有机肥或者是酵素的，也可以开花的结果，也可以种到开花结果。种在这个窗户旁边的，就种在窗户窗台这边，番茄是可以长到开花结果，一阴一阳之味到了。像这个也是一阴一阳之味道，上面的一般的培养的容器，也是开花了呢。番茄长得快，有快开花，要开花了，有花苞了。然后下面是代表阴啊，下面代表那个地下水层。然后它会去，根会伸到下面去吸水，吸水会一阴一阳之味道。你看这个也是，下面你有储水存水的地，下面有存水的地方，然后它土就会变成很湿，土就会保湿，